哈喽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粉蒸肉啊，把这个肉切成两半，然后再切成薄薄的一片，切薄一点。加入老抽，再来点姜末，再加一点菜籽油进去，加点豆瓣酱，最后再撒上玉米粒在里面，把搅拌均匀。切好的土豆加一点点盐，然后腌制一下，肉放到碗里面，把刚刚腌制好的土豆码在上面啊，放入锅中。粉蒸肉已经做好了，把它翻过来。粉蒸肉做好了，尝一口啊，肉香肉软，而且还不腻，喜欢老铁会试一下。